我幸福啊！Hey guys, welcome back to Fragile Touch. 今日咧要试两间唔同嘅甜品啦，咁一间就叫晶晶甜品，一间叫佳佳甜品。我谂佳佳应该好多人食过噶啦，我都会成日食佳佳嘅。晶晶咧我就俾佢两样甜品吸引咗，咁而家我哋去试下啦。睇下先。哇，玫瑰薑汁呢個好似好好食，但全部都湯圓食唔曬喎，大佬。要一個奶黃丸子啦，跟住咧，啊要個呢、這個要呢、這個啦，不要個奶黃丸子，同埋要個玫瑰酒薑汁湯圓。呢、這個就啲真係酒喎，玫瑰露酒。玫瑰露酒，哦好啊。飲酒嘅人原本覺得佢唔好食啦，所以我哦酒味，哦 OK 試一下試一下。或者你可以其實可以試一下我哋啲奶冰啊。因為係啊，我估你可能都係嚟想食好食嘅嘢。係啊係啊，嗱，其實呢啲咧都係上過電視介紹嘅楊枝中嘅話，嗱呢啲哦，咁我要呢兩個，跟住我要多個芝麻布甸奶冰。OK， 好，唔該曬。唔好客氣。一個係玫瑰露酒。哇，好幸福啊！哇，个汤圆入边真系酒嚟，因为我谂系煮咗咧，所以佢啲酒精已经有少少挥发咗，所以唔系好沉，但系咧仲系好热，食落去加埋姜汁咧，个人系个喉咙嗰度系有一种好暖嘅感觉落去，好特别啊！第一次食呢种汤圆，同埋佢啲皮咧。雖然唔薄，但係好煙韌，佢啲時間煮得啱啱好。等呢十分鐘係咪好抵啊？係啊，等呢十分鐘冇抵。嗯，試下呢個先。咦？有好香嘅奶黃味啦，但係佢唔係好甜。我呢間好補助，你睇下佢入邊都係奶黃，嗯，驚肥嘅可以唔使驚肥，佢唔係好甜嘅啫，其實基本上我食唔到甜味咯，兩樣嘢都唔甜啊，佢係好香嘅玫瑰薑酒嗰度咧，哦 ，OK。呢、这個是純奶黃，是不甜的味道，奶冰布甸啊，佢係。芝麻糊嗰個布甸是很香芝麻糊味，但是我不知道因為我吃了這些，所以我不是很感受到它奶冰的奶味。 OK，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佳佳甜品了，它在佐敦，就是這裡有位仁兄在排隊的，這裡看。直望到廚房，哇！攞好多獎喎呢間，你睇嗰邊全部都係獎，米芝蓮2023年嘅芝蓮，2022年，哇！好多獎 ，Thank you， 咦，我嗌咗凍，芝麻糊杏仁露，好滑啊！試下先，哇！可以拉花，少少甜，甜到適中 ，OK 嘅。好滑，同埋咧，嗰啲芝麻糊冇咗，
好有啲芝麻糊咧，有啲鋪頭整出嚟有陣藥味，即係好似藥盒味，佢冇啊，破壞啦。試下個楊枝甘露先，楊枝甘露，哇，佢個芒果好大粒，佢啲西米都好大粒。西米露超級 chewy， 吃到好香的芒果味。首先它一定不會是那些甩死甜的甜味，而且它的芒果是很新鮮的，你吃到很香的芒果呢，要吃到最好吃是要吃到它接近核那裡才有那些很香的芒果味，它的芒果就有那隻味。不過西柚可以多啲嘅，西柚少咗啲，但係佢啲西米露真係食過最好食嘅西米。我平時係唔係好中意食西米露嘅人嚟嘅，尤其是嗰啲咧煮完之後咬落去好腍好腍嗰啲就唔好食。我但係佢呢個好超熱啊 ！Oops， 食得太陶醉，唔漏咗錄 ending 添。好啦，咁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